弟弟，你几岁？是不是迷路啦？怎么会进我们店呢？我来找王爱莲。哦 ，Aiko， 他很贵耶。你有带钱吗？我不是来消费的，我有事情要找王爱莲讲。不然我免费陪你好了，好不好？明天见哦。哦 ，Aiko， 你朋友好可爱哦。这一定要喝多一点啊！你觉得罗斯妈妈是凶手？除了她，不可能会有别人。就因为苏妈妈抢了她的男人，我记得当时他们要赶我走的时候，炮口一致，团结得很，一起对付共同敌人，就一定是朋友吗？难道你没有想过，我这个共同的敌人会是凶手吗？